来呀，动几拳。斗牛犬呐、啊，斗牛犬，哎，哎，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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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是斗牛犬吗？来。你不是牛吗？来，哎哎。先到工地上转了一圈，没有发现这样一个人，再回到项目部来。他在乙方这边20多个办公室里看了一遍，没看到有什么帅哥，再到甲方项目部去寻找。结果在甲方负责人办公室里发现一个帅哥，而且正在跟华松林秘密谈话。他马上打电话向老板汇报。施总，看到了，一个25、26岁的帅哥。在甲方负责人办公室里神色神秘，跟华松林秘密谈话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给我密切监视他的